再不来救我就要死了好吗？扶我一把呀。哦，杨紫是个很有实力的女演员，同时她还很漂亮。不仅如此，她的性也格超级好，很多导演都很喜欢与她合作。近几年她给观众带来的作品也都是经典，可以说杨紫是里外都能吃得开了。只不过在感情上，杨紫并不顺利。自从与秦俊杰分手后，杨紫就一直单身。对此，喜欢她的粉丝都很担心杨紫的终身大事。殊不知，就在大家都担心时，杨紫悄咪咪与肖战走得很近。他们是通过合作电视剧《余生》相识，在片场他们相处很融洽，两人的性格完全是互补。而肖战对杨紫更是相当宠爱。据悉，在被问喜欢什么样的女孩时，肖战就脱口说出杨紫的名字。为此，大家都纷纷猜测肖战喜欢杨紫，而他们两人也确实很般配，男帅女美，能走到一起那也算是一对佳偶。在网友的祝福和看好下，杨紫与肖战的关系也越来越亲近。在一次晚会上，肖战直接称呼杨紫的小名傲傲，也是甜哭一众网友，这简直就是女朋友专属的名字。那么看完你觉得他们般配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